那今天有几个比手画的题目，要爸爸妈妈跟外婆一起来猜，外婆应该不会猜。好，开始喽！开始。四个字。耶稣，对，这个应该是耶稣，爱，耶稣爱，你，对，对，好，开始，五个字，一个字，上，嗯，下，这个，上帝，好，第三个字，听，对，祷告，上帝祷告，这个，好，第三题，总共四个字。四代同堂，外婆，我们四代同堂哦。哎，七个字。好，最后一题喽哈，这一题很重要，这一题到底意思是什么呢？一个字，立，哎，对，立。第二个，立。呀呀，立奇，立奇，第一、第二是立奇，哎，立奇，立奇，猜我干嘛？第三跟第四，立奇，怀孕。最后一个字是撞神奇。好，对，总共五个字，麻烦你了。恭喜怀孕了。对。真的。看先生。真的啊。你心情真的好。真的怀孕了。妈祷告很久了，妈等很久了，我哭不哭？